粉红。我这个是一个花，我希望学员们都能够像一朵花，开得漂亮，绽放的灿烂。我觉得黑白两个颜色都是非常经典的颜色，然后我小时候也是特别喜欢那个港风的这些剧目，所以我特意找了这样的一个宝塔尖的衣服来致敬一下我们的港片。我自己认为是必须要高贵大方呢，我想能够展现自己，然后才会让观众感觉到你是你，你必须要是你。我这次参与的是回家这个项目，那温情团结还有兄弟情，对，严厉有母爱，然后亲和。好几位啊，我觉得刘先宁是给我看到的转变很大，当然他也有舞台的经验嘛，刘耀文你别说，我觉得他从第一天来的时候很懵啊，完全没有表演经验，但是他还好，也是因为他舞台跳舞唱歌的经验，所以他没有太怯场，所以在整体来说他的过程里面也是有超越的，将来一定会更好。等一下，你不是就是那个北京的 CPT 旁边那个区是吧？整容的？啊？哦 ，Happy Ending 哦！天哪！第一个字是真，真白痴。他、啊，是、嗯、这个是也是这是两个英文字，讲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结局是个什么 Ending？ 我们拍电影有一个 Happy Ending。哦 ，Happy Ending 啊！哎。ABC 就是那个真白痴，今天 CBD 旁边那个区是吧？真不错。他，你猜过啊？哦 ，Happy Ending，Happy Ending，Bad Ending， 哦。你可以埋怨自己运气不好。但是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才华，心不了情。哇，天哪，29年了。我参加的是叫做《再见爱人》，感动、催泪、温暖。哇，真的很高难度。可爱是2023年的一个新的名词了，可爱了。然后呢，温暖呢，我觉得有了，因为老师喜欢，分享经验啦，然后呢就，小老头，对了，我2023年的最新名字叫小老头。罗汉果是真的假的？是吃的那个？哦，我粉丝名叫罗汉果，你好，我最喜欢这个罗汉果，绝对担心，特别紧张。因为也是第一趟，最开心的事情应该是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小朋友啊，还有粉丝啊，都有进步，成长都有。最大我觉得是耀文吧，因为他以前没怎么演过戏，然后他年纪很小，但是经过我们3个月的相处，然后演技的训练，他可以演到一些感情戏，然后把我们带进去，我们也被他感动了。还有一次机会啊，给我给买法政先锋，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那个角色，所以我也想再跟欧阳震华合作。如梦梦幻，希望你看得懂。有啊，不止一次呢。我觉得蛮庆幸，就是由范范来演宝信，我觉得他驾驭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有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而且不同的演员之间的火花也是不一样。反正我看出了一个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哇，说真的，我其实挺佩服
来参加的所有的演员同行，因为不容易，这个是一个需要很大勇气而且挺考验的一个节目，我自己是没这个胆量，但我这次还是有点遗憾，因为这一次的戏里面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跟其他学员跟他们有多一些交流，有一点点稍稍可惜感觉。都可以都可以，我觉得演员本身就贪心，演员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每一次都是一个全新的一种体验，全新的一种一个吸收的机会。你肚唔肚啊？我煮个面俾你食。如梦之喜剧之王致敬了我们的喜剧，感受了我们的甜蜜，就是我女儿那段初恋的甜蜜蜜。最后就是如梦，就一切其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不用那么在意，你总有一天会梦醒时分。我觉得给了更多的可能性，像这一次导演组给了我们很多的发挥的空间，就是他的重点放在了演员本身，演员更容易去表达自己，更容易去发挥嘛。我的角色都太经典了，没有办法再次扮演。家里的情况不是不晓得，冬天吃咸菜，夏天啃瓜皮，难辨难辨，吃烫螺丝你还专挑螺丝，咸菜炒螺丝你还专挑螺丝。我参与的是《回家》，我觉得这部戏是温情、亲情、兄弟情。其实最主要演戏就是用心去演，而且，把你想说的故事或者人物你再放在里面，你就能够越来越好。因为这次是主题就是港剧嘛，一些回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学员们去分享，毕竟我在这行业30多年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前辈演员，我觉得要传承下去啊。当然了，我觉得我真的很希望无限人超越办会一直办下去，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香港跟内地的演员去交流，因为我们香港的拍戏师经验是很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他有他自己的特点，我觉得应该把我们已经经历过的经验去跟新一辈的演员去分享一下。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加油。我之前有看过薛凯琪跟佘诗曼还有红姐的那个《宫心计》，对，我觉得很好看，因为那些古装的对白很难，好像是在排戏，好像是在训练，可是又很真实，所以超越班的确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亮点在里面。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一种可以大家交流演戏的，透过这一次好像我有份参与的一个作品啊，忘不了啊，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去讨论一下，就是对戏里面的表现呢，然后怎么样可以让它更好啊，那种感觉很好很棒，好像回到一个学校里面，大家可以去真的把心里想所想的对角色的看法说出来聊出来，让大家对那个戏会有更大的投入，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戏就应该像生活一样，我们每一个角色都是融入在生活里的，所以希望大家那个不是在演，而是在去感受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物，努力往前冲吧。无限超越班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开展接下来光辉的演员道路，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好好走下去。应该是无言感激，因为他们真的用他的时间去吸收了很多很多人的经验，放的东西在你的袋子里了，那你懂不懂得用呢，是您的问题了，机会只有一次，这才是一个刚开始，以后的路还是很漫长。
必须要虚心的学习，加油！希望下一次啊，跟各位学员一起的再走更长的路。说实话，没有在节目里参加过红毯，所以今天的这个红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的。而且能跟两位前辈们一起走红毯也是非常的幸运，就是这个仪态会比较重要一点，就我平时可能没有这么的挺的笔直，但是就走红毯的话，再加上穿高跟鞋然后穿长裙，我就可能人不自觉的就会长高那么两三公分。心情就是一般颁奖典礼才会有红毯，但今天的红毯的心情却比一般的颁奖典礼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天有红毯是因为一切结束了，那所以这个红毯对我来讲是比较像一个告别吧，是一个这样的心情去参加它。睡觉、吃饭、打豆豆放假、躺平，多上课，然后去进组吧。迫不及待的回去看看爸爸妈妈，陪陪他们，因为都也是离开了他们做别的工作以及参加无限超越班，就是一段时间了。然后想一些就是有关于新歌的创作，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是戏和歌都是一半一半的分配这样去做。那肯定是求千尺了，对，因为这个角色对我来讲突破性非常非常大啊。然后我也觉得通过这个角色，我觉得我自己的塑造能力还是有的，也特别享受这种过程，然后收获了也很多，然后也解放了自己，也把自己的偶像包袱放下了，觉得天性完全解放成功了。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不能太把自己，就是你永远定向你只能演哪一类角色，其实你只要大胆的尝试，我跟你讲会有惊喜的，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这次演的是极致的丑嘛，求千尺这个角色，但我非常想演一个极致的美的角色。奸贼，看我今日我搅你大婚求千尺那个名场面挺有趣的。我认为我是搞笑担当，是带给大家欢乐的，但是大家认为我是臭美担当，我不理解，我需要观众们去评判一下咯。所有人都假过了，我来之前我就有何雨跟那个沈月，然后彤彤，然后来到这边，我第一个加的是监制，我第一个加的应该是曼姐，我加完曼姐之后然后加的耳导。今天什么内容？参加过无限超越班，他们还挺满意我这次的表现的。无限超越班中什么担当？牛肉丸担当。名场面啊，我的名场面，我想想啊，是这样的啊，要我自己买牛肉丸啊？最近加到谁的微信？第一个加的哦，周哥，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合作的演员嘛，所以先加了周哥的微信。现在会在简历上肯定是写上无限超越班毕业生啊，徐州。有看有看，就是狗场嘛，一开始的那个粤语，但是后面的话对我来说也希望就是大家能看到徐州作为演员在里面成长的过程，饰演不同的剧目，饰演不同的作品都有进步，我觉得大家如果能看到我的进步我就很满意了。其实每一个角色印象都很深刻，然后不管是大的角色还是在横店当群演，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份宝贵的经历，不管是演大的角色小的角色，珍惜角色这份精神一直保持下去，然后在未来在自己演戏的道路上面时刻提醒自己更加努力做得更好。
太多了，其实这次就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角色，然后实在是选不过来了，所以每个人因为演的角色也有限，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说不定这个整个二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尝试不一样的角色。嗯，做自己，然后放轻松，一切都会好的。感谢这段经历，因为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范儿奇。不用怀疑自己，要自信，要努力，然后要坚韧地演好每一个角色，做好当下就可以了。来这个节目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对于我来讲，然后我现在很谢谢自己的勇气，然后来参加这个节目。虽然说这个节目没有淘汰，但是其实我来之前还是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然后就是谨记老师们说过的话吧。对，希望可能等节目全部都播出之后会再加认真的再看一遍，然后把老师们说过的话都复盘一下这样。我觉得无限超越班这个节目的初衷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觉得它不仅是内地和香港那个非常好的桥梁，我觉得对于我们演员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可能现在很难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你接触到这么多的前辈演员，特别好的导演，还有那么多的优秀的演员，所以我觉得挺开心能参加这个节目吧，很开心能够来参加无限超越班，也很幸运。感谢节目组，感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希望无限超越班的同学们都越来越好，接更多好戏，然后非常开心能认识每一个人。无限超越班加油。不舍得你们，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希望有续集，下一次见。